在我们唱歌的时候呢，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字，但是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啊，不管是什么字，其实呢，它都是围绕着这个五个元音进行的。啊、一、五、a、o， 我们的嘴巴只是做出那个形态，你保证你的咬字的力点都在一个位置，也就是我说的这个位置啊、再加上我这两天跟大家讲的，结合这个位置，啊、一、五、a、o， 都是点状的感觉。那今天我们再做一个练习，把手还是放在这里啊，一定要把气息往我们的后咽壁来送。先做一个准备动作，再带上气息，给给给给给，用你自己能够听到的声音就可以了，不要大声啊。带上气泡，带上气泡音，给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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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种练习呢，可能是简单粗暴了一点，但是大家要不断的去体会它，就能把你的自己的声音通道养成一个发声的习惯。请大家在方便的时候多跟着一起体会和练习，记得给回老师点赞，请评论区留言，我会认真回复大家。